好，我们要来选韩国爸爸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偏演员。右边是钟硕哥哥，然后左边是孔刘嘛。孔刘哥哥应该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人会选，就是如果说要把他比喻成，他有点像那种拉布拉多那种忠心的狗狗，很忠心又很可爱又很帅。然后那个钟硕哥的话，就比较像是那种小奶狗、小狼狗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比喻啊，当然我不是说他是狗哈，就是我是觉得致命的吸引力不太一样。哇，这个有点太快选啊！他其实我也很喜欢拉布拉多耶，拉布拉多好，拉布拉多好，又变得很红哎，红歪不是吗？但他年纪很大。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放在一起比呢？这个那么欧巴哦，李秉宪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不太公平。而且李秉宪看到他，好像很兴奋哦。你看李秉宪在看他，你看，哎呦，小鲜肉哦。然后这小鲜肉就，你会选我吗？你看他说话，你会选我吗？好啦，硬选一个。可是李秉宪这一张不帅哎，他这一张太日常一点的，但这个哥哥你会选我吗？不行，还是李秉宪。哦，这个哥哥，这个哥哥是哪一个？啊，左边的哥哥是谁？哎 ，Infinity 是不是？左边是 Infinity 嘛？可是他好像30岁了，他30岁嘞，30岁还是可以。右边谁？哦，右边猛男呢？哦，我靠！右边很壮哎，哇，右边 man 归 man， 但是他有困宝的眼睛哎，完蛋了，我真的很喜欢困宝的眼睛哎，啊，好，现在这个，右边怎么藤木啊？ What？ 右边很像那个藤木，樱桃小丸子那个藤木，有点像，但是是比较帅的藤木，我想想，左边这个爱考爱考，为什么要选一直要选爱考鬼啊？选一下藤木。啊，这个哥哥，这个哥哥是哪一个？这个哥哥是演《还有明天》那一个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又忘记他的名字。右边这个怎么这么汗丁啊？我喜欢这个，而他，我感觉可以跟他喝一杯。怎么为什么都要拿哭的、啊？为什么都要拿哭的、啊？那你这样对你哭的跟大叔比，你知道大叔右边这个很像要证件发表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大叔很像证件发表吗？我们让大叔讲一下话，支持我，我会当选哦。你看，哦，支持我，我会当选哦。请这首我会当选，哦，真的我会当选哦。啊，左边这个哥哥就爱考嘛，还是爱考本身就帅，不用特色。请大家想我哦，请大家想我哦，我选你，我选你。好，这个牧师哥哥对抗这个有点萌萌的小哥哥。牧师哥哥比较 S 哦，他因为他拿那个甩棍吧。哦，这个就难选择啊，这一关就难选择啊，真是。这个天菜哥哥有点像以豪哥，有点像啊。然后对抗我们这个帅气吧藤木，你们喜欢藤木吗？你又说我 baby 啊？我没有 baby 啊，我没有 baby， 我又肠胃不好，我没有 baby， 我不是藤木。哎，左边比较甜，左边真的比较帅哎。但我藤木有一股，要不要藤木啊？康俊哥，哇，好啦，藤木好可惜哦，完了。
哎，导火啊！哎，导火啊！哎，导火啊！我也动算了。哎，导火啊！我也动算呢。导火啊！我也动算。哦，他的嘴型很得我心哎，但左边哥哥有点 Q。左边哥哥，买好了，这边是你的，买好了。哦，我买好了。哎，导火啊！我也动算呢。哎，导火啊！我也动算呢。我也动算呢。好啦，这个那么像也好。但是我更喜欢动算哥哎、欸，好，接下来这个是公敏哥哥跟 Trial 公敏哥的人好像还不错耶，但 Trial 也蛮可爱的， Trial 在于他的嘴型可爱，我觉得我会选右边耶，老实讲，但公敏哥哥男公敏哥哥他真的是帅的，但是我这张图我选他。哎、欸，这两个都很像选举哦，有没有？这个孔刘欧巴说：“我喜细猴，细猴啊，我的政党票是二号，有没有？他拿那两根嘛，对不对？政党票二号嘛，啊，我个人是细猴嘛，左边我细猴嘛，然后右边那个啊，桃花我爱烫蒜，你倒我。”你倒我，我也动顺啊！你倒我，我也动顺啊！看一下，究竟是谁能得我心呢？其实我是可以接受不是正统帅哥的欧巴啊，只要他的气质合我意的话，我是会喜欢这个人。但孔刘哥哥真的也是蛮可爱的，不行啊！我真的很认他，我选孔刘，我会晚上会睡不着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我选孔刘，我就。背对我的良心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他叫什么？我要去看他是骗子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求爱也要 VS 这个名不虚传哥哥。名不虚传哥哥这张他其实挑的不太好，太吊儿郎当了。他其实是走帅哥，我比较喜欢帅欧巴那种正经哥。所以小奶狗获胜。求爱呀、啊！你打我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暂停，我先问一下，这一题是我选我喜欢的，看得很开心的，还是选择当老公？哎、欸，如果是选老公，我不爱动算呢。我不爱动算呢。欸、我不想当那个、政治人物的亲属哎、欸，我有点怕他当我老公啊。好啦，那这边了。我觉得综合条件的话，这个是蛮可爱的，然后也可以当老公，好吧？所以选他。但右边那个不能当老公。啊、我也是在道理啦，但是我真正是我都介意你啊，拍死啦，拍死啦，哎、欸，拍死，真正拍死，拍死。拍手拍手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。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。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